你说颜渊，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颜渊啊，这位圣人、哦，哈，颜渊又叫颜回，孔子的弟子，春秋末年鲁国人，他字子渊，他贫而好,好学，啊，他肌肉像一箪食一瓢饮，人不堪其忧。 悔不改其乐，就是指颜回哈、哦。他立德行科，孔子称赞他是不迁怒不贰过，可惜他早死。孔子哭得非常伤心伤心，啊，后世呢尊他为复圣，啊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颜回他的求学，啊，颜回呢。 有一次呢，跟记录呢，服侍孔子。孔子呢，就要他们发表他们的志向。子路就说了，子路就是记录了哈，愿、哦、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，避之而无憾。啊、哦，就是愿你把车子啦、啊、车马啦、啊、衣服啦、啊。 皮衣啦哈，跟朋友共同享用，就算穿坏了，我也没有遗憾。可见呢，子路呢对于财务他是不是很重视，他很喜欢交朋友的个性。那颜渊呢，他的境界又不一样了，他就告诉孔子说呢：“怨吾伐善无，无师老。” 我们在前面有讲过，感念篇有讲过这一这一段。耶如华善无私了，就是说我不张扬自己的优点，我也不无故的劳役百姓。可见呢，颜渊呢重视谦虚跟仁爱的本性，啊，这个境界又比子路这边高了，啊。那么子孔子就。 告诉延年说了：“用之则行，呢舍之则长。唯我以尔有有是乎？”就是朝廷有用我们，我们就去实践；朝廷如果不用我们了，我们就隐居起来讲学。只有我跟你是这样的，可见孔子很重视颜渊啊！“唯我以尔有是乎？”啊！ 主路子路曰：“谨三经呢，则随以矣。啊，三经就带部队了。孔子说了：‘子曰，抱虎平和，死而无悔者，无不疑也。啊，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’啊，颜渊听完孔子这样说以后呢，颜渊就说了。” 颜渊喟然叹曰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呼焉在后啊！夫子循循难善诱人，他是赞叹他的老师啊。他说：仰之弥高，哎，越看老师就越赞叹他了。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呢，瞻、啊、之足在前，呼焉在后啊！孔子循循善诱啊。” 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。季节无才，如有所立左耳，虽欲从之，呢莫有也已啊！就赞叹孔子呢啊，这个循循善诱呢，诲人不倦啊。那么孔子曾经在匡这个地方受困，颜渊后来跟在他老师旁边呢。孔子说了。 无以汝为死矣。颜渊就说了：“子在回纥，敢死呢？夫夫子，你在我说敢死呢？”啊！后来颜渊早逝，他二十九岁啊，他头发都白了。啊，颜渊二十九岁，头发就白了。啊，他后来年轻早亡了，孔子非常难过。 孔子说了：“子午有悔，门人一亲呐、啊。”又说了：“一天上雨，天上雨，老天呐、啊，那我这个颜回这么好的弟子死掉了。天上雨，天上雨了，啊，这句是很有名的哈！一天上雨，天上雨啊，老天为什么让我这个颜回死了呢？”水桶就说了：“因为孔子很激动嘛，哦、那水桶就说了。” 子动矣，但是孔子你。你你太伤心了，太伤心了。孔子说：“有动乎？我有伤心吗？”夫非夫人，非夫人之为动而水而水为？他说：“这种圣人，就是说子言为这样的德行好的人，那不伤心怎么可能呢？”夫夫非夫人之为动而水为？就是说，是这么好的人，怎么这样早这么早就往生了呢？ 这怎么不让人家伤心呢？是这个意思哈。啊，后来鲁鲁鲁爱公呢，就有问孔子了。啊，他说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你的弟子里面呢，谁最好学？”鲁爱公就问孔子了。孔子回答说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我的弟子颜回是最好学的。他怎么好学呢？啊，不迁怒，这个我们要学颜回。” 我们自己错，不要去怪别人，啊，都是你造成我在犯这个错，不迁怒不恶过，他不会再犯第二次的错误。学言悔，不迁怒不恶过，啊，不信短命失仪，短命死仪啊！今也则亡啊，未稳好学者也。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好学这种程度，就指靠颜回。 啊。Ah.